开到世界这种进到世界这种门，这是阿弥陀佛，这是阿弥陀佛，这是密码嘛，这是密码嘛。这么说，这么说，我们念阿弥陀佛，念阿弥陀佛。刘小红女士想知道，该如何修行可以快速使婚姻幸福、家庭美满？佛教圆光树老师、智心老师指教，我推荐你办理2000元改变命运代做福德助益视频套餐，六大项目价值4000元全部免费赠送，超级优惠活动现在开启，身心健康幸福美满不再是神话，六大项目免费赠送，快速改变命运量身定制代做福德助益视频套餐，您只需要提供助印视频款项，类似助印款，由智心工作室制作并流通到网络上，一次至少要做1000元以上的视频，制作与上传是全市场最低价，1到5元一个。因为这个视频是根据您的业障情况而制作的，就相当于对症下药。当然治疗效果非常好，传播这样的视频增加福报最快，改变命运效果最好，根据宇宙回流自然法则，很快把福报反射到您的身上，再结合修行阿弥陀佛开会法罗普尔通，一般只需要50天左右就可以改变命运，2000元套餐即可免费获得价值4000元的超值服务，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。了解详情请打开网址 p.1300.in， 以下是刘小红女士获得的六大项目：一、阿弥陀佛开会法罗佛尔通查刘小红女士前世今生因果，价值600元。我们应用佛尔通看到刘女士在500年前是一个富人家的儿子，他生活富裕，应有尽有，过得也特别快乐，还找到了一个满意的眷侣，生下了一个女儿。因为他前两世所造的杀生业障和他的眷侣的疏忽，导致他女儿被人杀害，他心中产生怨恨，经常辱骂他的妻子，并把他赶出家门，妻子一气之下便跳河自尽了。妻子死后他非常的后悔，但是大错已成，无力回天。今世夫妻之间的隔阂就是因为上一世的因果产生的，今世的孩子也是来寻仇的。二、刘小红女士佛教圆光术查前世今生实业分值，价值1100元。您的实业合计总分为3分，您的实业终生福报等级7级下上等1至11分，这样的总分值，整体的福报只能说是比较差，有福报的人是20分以上。如果想婚姻幸福、家庭美满，具体需要提高以下的分数：杀生今世要加4分，贪爱今世要加2分，愚痴今世要加3分。当然分值越早达到，业障越早消除，婚姻幸福、家庭美满就更快达到。如果让我们为你代做福德进行传播视频提高分值，需要你制作9000元的视频才能够达到以上所需的分值。更全面的了解实业修行法，请打开网址 sy.1300.in。 三、佛教圆光术全面调理元成功，价值200元。四、阿弥陀佛开会法罗佛尔通查看刘小红女士修成佛尔通的障碍，价值200元。五、办理刘小红女士阴阳两界人灵超度接引法事，价值600元。六、赠送阿弥陀佛开会法罗佛尔通及手把手培训服务，价值1100元。七、定制修行方案与传播视频积累修成圆光术所需的福报资粮，由于文字的限制，详情省略。有兴趣的朋友，请在手机电脑浏览器中输入我们的域名1300.in，联系智心老师客服星月师兄，手机微信13332181131，搜索引擎搜索佛教圆光术或者智心老师治疗的。